这样就好了啊。那你，他们，这你应该是就很尊敬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耶和华耶，从这里过来两行平行，一二三右上斜，耶和把它连在一起啊，啊，好，华，华这次写成这个华。一二左右上左下右上耶和华好，耶和华就这话最怕写歪掉，所以你画你折中线的时候，这话就是写在中线上，是我是，哎，然后这样就好了，是我，好，然后是这样就好啊，是为。也可以这样写的哈，就规矩一点，就是这样，一二三画下来，这个再封口起来，四维的，好，盾牌，牌。是我的盾牌，哦，然后是我的荣耀，是，啊，也是我哈，是我以为写错，是我的，高加兰。容我就写成这样，上去，下来，这样就好了啊。荣耀，拉下来，啊，超出来，是我的荣耀哈。啊，又是叫我，抬起头来，又。就是叫叫我，叫我，啊，你这里写一个字，抬起头来。抬起可以一起写，叫我抬，啊，哦，好，站过来，让它这个跟这个一样，好，抬起。如果没有这样安排的话，二十六个字真的难写。因为三行太多，四行太少，抬起，哦，来的，所以字的多少还有字的好不好写会有差，好来的，好这样差不多，因为这个差不多啊，哎呀这个差不多啊，四篇，四篇，三篇，三章。诗篇应该是第三篇第三节。诗篇三章，三节。好，三节。所以好不好写差很多，可以吗？啊！
好像还不错哈。好，还有。孩子妹妹听说他的后人，是不是那他们的孩子都没有写书法还是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写。哦，所以很遗憾，就是说我们的后人都没有跟我们一起来创造这些文化的东西哈，反而别人把它当宝，自己的人不一定把它当宝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像我们的孩子对于我的书法，当然他也很重视啊，只是说就是不传承了，很遗憾。所以我就说书法，后来我前几天就很感慨说，一个人的武林，一个人的书法，你很在意，你自己的东西你很在意，甚至于。你想要怎么样玩，怎么样学好，都是你自己，或者说你的学生也很挺你啊，没有关系。可是，终是家人没有人参与，没有人帮忙，就是一个人。都这样子吧。家里淹水了，都一个人要处理啊，那么庞大的东西啊，所以一哭无泪。不会了，你就享受当老师，传承这么多学生仰慕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好。关掉。对啊，那个曹秋浦啊，那些一大堆，后来他们的人还是蛮重视，只是到时候他过世以后，两三百张、三四百张，就做一次就卖掉了，每一幅卖掉很便宜啊。老师走了以后，我们对写书法有不一样看法，就是说你喜欢你就写，你也不要想什么。对啊。我们也不可能去再怎么样，就是自己修身养性，总比出去打牌好吧。哎，谢好像比较爱打牌啊。他们那时候大陆来台的有一批老先生哦，可能跟在大陆时期。他下午就打牌。啊。他下午没事就打牌。对啊，我是说他们以前在。中国大陆时期，有时候都娱乐就爱打牌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我是跟他跟了16年。哦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叫我抬起头来的。诗篇3:3，癸卯之下，吾起真数。